小心一点。艾米，艾米，真的回去了。退学，冻结他的所有账户。他的求生意志很低，多注意他的情绪起伏，尽量不要受到刺激。就收留你三天，但是天不怎么这三天你要当我的证人多一半。我对食物可是很挑剔的。我早说过要小心这两个怪人，我得报警。他需要爱和安全感，不属于你的要是相信，是你一直在照顾我，双子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别碰他，这是我家，我逼你出去出来。性格这么好，少年还真是公平啊，拿走了一些东西就会送还一些东西，重要的是看谁能懂别人的心坎。咱们不废话，这是怪自己，我要留在巴黎，我爱你。我不要收留你三天，我要收留你一辈子。